OK，欢迎大家回来今天的课。所以，我们今天会继续我们的第14课，那么就是我们的support and movement。OK，现在我要 share screen。OK，学到了吗？Alright，那么我们要继续这里。上一课我们 skip 掉这里了啊。那么我们这个东西是我们的 freely movable joints，我们有两种 ball and socket，还有 hinge joint。还记得 ball and socket 还有 hinge joint 是什么吗？ball and socket 就很像一个球这样子，OK，一个球体，basically 是这个东西。那么外面的这个这一层呢，我们不要看这球体先，它是一个半球体的形状。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 socket，那么我们的另外一个骨头会在里面这里，那么我们就可以一直这样子360度的转。那么这个骨头是在哪里呢？是在我们的 shoulder 这里，OK，我们的 pectoral，还有我们的，我们的 pectoral，还有下面这边 pelvic，OK，那么我们就有两种这样子的地方。那么我们继续看，那么所有的 movable joint 啊，在我们的 ball and socket 还有 hinge joint，我们都会有这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是我们的 joint，它有分成四个地方。那么第一个是我们的 capsule，知道什么叫 capsule 吗？capsule 就是很像我们的一个药啊，我们吃药的时候啊，不是有一种药是 plastic 这样子，它外面一层 plastic，然后如果我们扒开来，它里面会有那种药的粉在里面，那个就是我们的 capsule。所以如果在这边是一样的，OK，是拿来做什么？是拿来包住我们的这个骨头，保护我们这个关节的，OK，这个关节。那么 capsule 还有什么？就是很像我们去小时候转鸡蛋。那么我们转鸡蛋的时候，我们是要把它按开，对不对？它才会打开。那么这个也是一样，所以就是要保护某一个东西。所以这边的 capsule 是保护我们的这个关节。所以 the capsule is the fibrous tissue that encloses and provides protection to the joint。我们的 joint 就是我们的关节这里啊，这两个骨头和骨头碰到的地方叫做我们的关节。那么第二个是我们的 cartilage。会是在哪里？它直接就是我们的骨头。那么我们骨头和骨头，它们其实两个不是在一起碰的哦，它们中这里，OK，它们之间啊，上面那一层是有一个 rubber 这样子的。那么 cartilage，OK，cartilage，okay? cartilage is a rubber-like tissue 啦，可以讲是 OK，rubber-like tissue。那么它就是来保护我们的，OK，serves as a cushion to the joint。absorb shocks and reduces friction between the bone ends，就是我如果被刺激的话，被刺激它不会刺骨头，而且它是刺激我们的 cartilage 不了，那么 cartilage 就会把那个刺激给化掉。那么第二个就是 friction，那么骨头嘛，我们的关节会动来动去，OK，当它们动来动去的话，它们一定有摩擦。那么这个 cartilage 它就是那个 rubber，就是减少骨头和骨头之间的那个摩擦力。所以，the cartilage also protects the bones from wearing out. Wearing out basically 就是坏掉的意思，OK，用完的意思。那么第三个，我们的 synovial membrane。那么 synovial membrane 就是外面的这一层，OK，在我们的关节和关节之间，还有一个东西包着的哦。那个包着就是叫一个 membrane。membrane 的意思就是膜嘛。一开始我们从第一课开始学的时候就是膜的意思。那么是 synovial membrane 它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当然在 biology 里面，membrane 它们永远包的都是一种水分，就好像我们的 cell 这样子。我们 cell membrane 里面包的是什么？它们里面全部都是那个 cytoplasm，是一个 medium 来的，它是一种水分来的。那么在这里呢，它这个水分是叫做 synovial fluid。那么我们先看这个 synovial membrane，它竟然包着，它的那个用处是什么？如果包着的话，我们就知道它一定是要拿来包着那个水啦。The synovial membrane secretes fluid into the synovial cavity，那么它要包着这个水，还有最重要的是，它会去生产，它会去分泌这种水分，这种液体叫做 synovial fluid 的东西，到我们的 synovial cavity 里面。OK，cavity 就是那个空间，那个这些空间啦，这个空间啊叫做 synovial。那这个 synovial cavity 里面包满了这 fluid。OK，不要 confuse 啊。synovial cavity 只是那个空间罢了。cavity 呢，那么 serves as the lubricant
that reduces the friction between the ends of the bolt。那么 lubricant 就是我们润滑剂的意思。Okay? lubricant 就是润滑剂的意思，所以它这个也是帮助减少那个骨头和骨头的这个摩擦力。Basically 是减少我们的 cartilage 还有 cartilage 啦。那么，所以这边有两种最重要的东西来去减少摩擦力 ，cartilage， 还有 synovial， 喂 ，cartilage， 啊，这在四堂课已经讲了，如果你们要去看的话，可以回4.2应该是的话14.2我们就可以看回去了。Okay, the tendon. Okay, tendon 是甜的。那如果一个人很甜的话，他就会不歧视，就会接受。还有我们的 bone， 所以是很多人他不会歧视。那么啊，但是很多人他只可以和硬皮在一起，所以他我还有 bone， 哎，他们是一个不的啊，三 mechanism the movement forearm， 那把这只在这边我的手上面啊 ，triceps 在下面，那我们要抓我画。我们的手，我们的 forearm， 哎，我们 bicep 还有 tricep， 他们一定要同样时间去合作，一起做一个东西。那么他们做的东西都是相反的。如果上面收缩的话，下面一定要伸长；上面 contract 的话，下面要伸长。OK， 那么现在我的手如果是处于直的状态的话，如果它现在是处于直的状态，那么这边下面就讲它是 contract， 它在拉着我的手，所以我现在可以直。上面是 relax， 它在放松着。OK， 那么下面的这个东西就叫做 extensor。上面的这个 bicep， 如果我拉回来的话，我拉回来就代表下面这个 muscle relax， 它伸长了。OK， 那么上面的这个地方收缩，所以它才可以把我的手拉回来。那么上面的，因为它拉回来的话叫做 flexor。OK， 所以 extensor 出去 extend 吗？Flexor 就好像 reflex 这样子 ，reflex 的话，我们 muscle 就 contract 一下，所以回来 flexor。那么我们来一个一个看啊，这些他们的process， 脚啊，他们怎样去移动 ？OK， 怎样去 move？ 那么 arm bending， 如果今天我要把我的手起来，就刚才我讲的 ，when the bicep contract， the contracted to the radius through the tendon。那么，这个手 radius 前面的手前面骨头后面，那是 radius， 因为当我们画圆圈的时候，画圆圈的时候，就是 OK。如果你上三个上我，那它在后面的骨头看起来就是好像凹到这样子，所以凹到就变成凹那了。那么 ，contract 上面的一定要拉我们前面的骨头，所以拉我们前面的骨头就是我们的 radius。那么它拉上来，我们它一收缩的话，我们的手就会被拉上来。那么 at the same time， 我们的 tricep 一定要 relax。那么如果我们的 bicep 还有 tricep 两个 contract 的话，会有什么事情？这个就是我的抽筋的情况了。当两个 muscle 它们不在 antagonistic 的时候。他们都不在 antagonistic 的时候，就会有这个叫什么抽筋的情况。那么 the radius is pulled upwards, causing the arm to bend. 如果我们的伸长出去，那么伸长出去，下面的这个 muscle 啊，它其实是收缩了，它收缩了才可以拉到这个凹纳 ，OK， 它才可以拉到这个凹纳。那么同时上面一定要 relax， 没有 relax 的话，两个拉来拉去就会造成我们的抽筋。When the triceps contracts, the pull force is transmitted to the ulna through the tendon. Tendon 是什么 ？Tendon 就是很甜的吗？那么就是我们 muscle 还有骨头中间的这个中间人呐、啊，他们就叫 tendon. OK， 是拿来拉我们骨头还有 muscle 的。所以当然，
我们看到这个 through the tendon， through the tendon，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通过我们的这个骨头，就是我们的 radius， 还有我们的 ulna。那么同样时候呢，当我们拉的时候，我们的 bicep 当然也要放松啦 ，OK， 这边就会放松了，不会紧绷。那么所以，the ulna is pulled towards straining the arm， 我们的手就可以伸直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手弯还有伸直的 process， 是一个很简单很具的东西啊。那么接下来 ，leg movement is produced by the action of antagonistic muscle pair。那么 antagonistic muscle pair 就是两个，一定要有一个 flexor， 一个有一个 extensor， 两个要 opposite 的，他们做的东西要 opposite。那么 the biceps femoris is the flexor， whereas the quadriceps femoris is the extensor。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上半身啊，我们的这个 bicep 是属于上面嘛？在脚的话，在我们的腿的话，那么 bicep 就是后面的这个地方，它不是在前面的，它的 muscle， 它 muscle 在后面的，所以要搞清楚啊，前面的叫做 quadriceps， OK， quadriceps femoris， 那么后面叫做 bicep femoris。 那么首先我们看我们如何去行走。那么第一个 process 啊，我们行走的话这样子 ，OK， 现在是我们已经在站住了啊，我们的这个这个右要开始拿上来了，是吗 ？OK， 右脚这边要开始拿上来了。那么要拿上来的话，我们的 right calf muscle，right calf muscle 就是后面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脚的这个 muscle 啊，上面的 calf muscle 有两个，在我们的腿里面，在我们小腿里面有两个 calf muscle。所以它要 contract 先。其实这个图片是画错了啊，这个图片也画错了。那这个脚呢，它应该是处于在这个地方的。这个脚不应该在后面，它在前面。那么我们可以更，如果它在前面的话，我们可以更详细的去了解它。所以你 imagine 这个脚，这个这边没有脚啊，你 imagine 这里没有脚，那个脚是在前面。OK， 现在你要推你的脚上去吗？你的脚，你的右脚现在要拿起来。OK。那么要拿起来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的 right calf muscle 一定要 contract， 也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先从我们的小腿 ，OK， 我们在我们小腿 process 完了，我们再到大腿。为什么？因为我们走路的时候是这样子，先这边拿起来先，我们的这上面才会弯 ，OK， 我们下面会弯先，然后上面才会弯。所以从小腿先开始。那 right calf muscle 在我们小腿后面的这个两个 muscle 啊，它就会 contract。那么 contract 的话，它就会拉我们的这个骨头上来 ，lifting the heel， the ball of the foot pushes against the ground。那么它就会把我们这个脚的后面拿起来，拿上来。那么同样时间呢，我们的这个地方，我们的脚 ，OK， 前面的地方叫 ball 啊，球的意思。这边是叫 ball 的意思，起来 ，OK， calf muscle 它没有。ball 啦 ，basically， 只是这个 ball 这边它会自啊压上来啊。那么推它上来，我们这边会上来，这边用推。那么我们的这个right leg 的脚就可以上来。所以这边第二个 process， 它现在已经可以够拿，因为它已经 contract 了 ，contract 它就这边就短去了嘛。短去的话，它就可以拉，那么它就把这个腿小腿拉上来。那么 at the same time， 同样时间啊 ，the bicep femoris contract，bicep femoris 在我们的大腿这一个地方 ，OK， 它收缩了，它收缩。那么收缩的话，它也就是会拿起来 ，OK， 这个 contract 的话，它就会 pull 我们的 femur 上来 ，pull 我们的这个 femur 上来 ，All right， 那么 femur 就是在后面这个骨头这边啦 ，OK。那么bending the foot at the knee joint, the right leg is lift. 所以这边两个地方 contract. 第一个是我们的 bicep femoris, 第二个是我们的 calf muscle. 两个同时 contract 啊，两个要同时 contract 才可以顺利的把这个脚拿起来。如果这边 contract 不了不够啊 ，OK， 这边 contract 不了，你就会有这个现象 ，OK， 它可以提起来，但它拿不起来。那么如果这边 contract 的话，它就可以把我们的小腿给拿上来。All right， 那么 at the right leg leaves the ground， okay， 我们的右脚拿上来 ，the body weight is now supported by the left leg which is still on the ground，
我们的左脚还在这个地上 ，OK， 所以我们的全部这个 body weight 会去我们的左脚，我们左脚会 support， 然后 go the quadriceps femoris extensor contracts to straighten the leg， 那么拿起来了过后呢，当我们的身体会靠去我们的左脚，那么身体就可以斜一点，那么斜一点的话，我们的这个脚就可以伸直，伸直的话它也动不到地上，因为我们的脚，我们的身体已经斜了一点点啊，那么So femoris 啊，就是这个 extensor contracts to straighten the leg. Quadriceps 是在前面的 ，OK， 前面的这个地方，这边后面要 relax 了。如果我们要伸直的话，这边后面一定要 relax， 因为它们是 antagonistic 的，一定要 opposite。你 relax， 我们这边要 contract， 这边 relax， 这边上面要 contract。跟刚才全部一样啊。如果我们这边 calf muscle relax 的话，contract 的话，那么我们前面这边就要 relax。那么我们再继续看下去，我们的这个。Quadriceps 它拿它一 contract 的时候，它就提我们的脚上来 ，OK， 它提我们的这个脚上来，同时间这边也是在弯着啊，我们的脚还是属于弯的这个状态。那么它提了过后 ，the tibialis contracts to bring down the heel， 那么这个下面的这个 muscle 这里，这个 tibialis 是属于下面的这个地方啊，上面这两个 muscle 就是叫 calf muscle， 所以是不一样的东西。那么 tibialis 它就拉我们的脚。把我们的脚伸直它，把它给伸直。那么伸直它了过后，我们动到 ，alright， 我们就会动到我们地上。然后这个 process 再 repeat， 那么就会形成一个走路，一个在行走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如何去走路啦。那么如果考试的时候。最重要的时候你是要知道这个 process， 它其实是一个很 logic 的东西啊。Contract 的话它就拿起来， relax 的话它放下来， OK， contract 的话它会弯， relax 的话它会伸直。那么当然如果要 contract 的话，我们第一个就要先讲我们的 calf muscle， calf muscle contract， 那我们的这个小腿可以被拿起来， OK， 在小指可以被拿起来，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上面的bicep femoris 就是大腿后面的那个 muscle， 它同时也要 contract， 那么它就可以拿起我们的这个小腿，不知道你们知道，当我们的这个 calf muscle， 我们小腿的 muscle contract 的时候啊，拿起来的是下面这个部分。如果是我们 bicep femoris 拿起来，它拿起来的是这个下面这个部分。所以这个下面这个 calf muscle 拿起来这边，所以这个会 control 这边 ，bicep control 我们小腿，那么我们小腿的 muscle， 也就是我们 calf muscle control 我们的脚板，一直都在 control 下面的东西。那么之后呢，拿起来了，到另外一个 process 了。现在我要伸直它 ，OK， 我的腿啦会移去这边啦 ，OK， 因为我这边有 join 嘛 ，OK， 我这边有 join， 那么我移去这边的时候，因为拿起来嘛，现在我们腿移来这边，那么我的 quadriceps 就要 contract， 为什么？这个 contract 的时候，它是属于在前面的地方，那么。它就可以拉直我们的这个脚，所以一样之后我们的这个 tibialis， OK， 这个 tibialis 这个地方它被拉的时候，我们也会伸直我们的脚，所以 calf muscle 是负责拉，那么 tibialis 负责伸直，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我们又是有 extensor 还有我们的这个flexor， 那么 extensor 就是当它 contract 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整个 structure 会变直，那么我就可以说 tibialis 是一个extensor， 它是属于 extensor， 因为它伸直，它 contract 的时候它 extend 我们的脚，所以这个 quadriceps 也是一样， quadriceps 也是 extensor， 那么不一样的是我们的 calf muscle， calf muscle 是我们的flexor。Flexor 就是当我们的 muscle contract 的时候，它会被它会弯去。那么还有我们的bicep 也是一样啦 ，OK，bicep 也是一样 flexor。所以这里就是我们怎样去行动，还有怎样去分辨我们的 flexor 还有 extensor。那么接下来我们讲完人的了过后，我们看一下其他动物啊。那么这个也是更简单的一个东西，那么它没有像我们这么复杂，因为我们人嘛，我们人有太多不同的 muscle 了 ，OK。上面又有 muscle， 下面又有 muscle， 所以这个整个 process 会复杂一点。那么对于鱼来讲呢，鱼的话，它整个身体
就是那个 muscle，它整个身体就是那个 muscle，这个 muscle 叫做 myotome。OK，那么我们的手的 muscle 叫 bicep、tricep，脚的 muscle、quadricep、calf muscle、tibialis，还有我们的 bicep、femoris，这些是我们的 muscle。在这个鱼来讲呢，它们行动的这个 muscle 啊，就是叫做 myotome。那么 myotome 就是这个 W shape 的 muscle segment。那么 fish vertebral column is flexible。vertebral column 就是那个脊椎骨。那么我们的 vertebral column flexible 吗？我们的 vertebral column 也是 flexible。可是我们 flexible 是在于，我觉得还蛮 flexible 的吧。OK，我们左右前后都可以。那么对于这个鱼的话，大部分的鱼类，我们讲小鱼，OK，小鱼它们这个不啊脊椎骨，它只是这样子左右这样子游啊，它是左右这样子动不了。那么平常我们的鱼在游泳，所以当它这边 side by side 的 muscle contraction，我们会有造成这个鱼可以游泳。那么 these antagonistic muscle act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This enables a fish to whip its tail 去摇动它的尾巴，and as the myotome on the right contracts, the one left relaxes。那么在这个 myotome 它这个 muscle 的情况下，它也是属于 antagonistic wall，就是一个在动，一个在 relax，一个在 relax，一个在这边动，这边就要 relax，跟我们的人的 muscle 一样啊。那么到底是什么情况？如果你看不清楚的话，我们来画一个这个鱼的身体，我们用很简单的东西来画。那么，假设这个是我的 spring，OK，我的 normal spring 是这样子，一二三四二三四五六，这是我的 normal spring。那么这个是我的随便拉一条一条线拉着我的卡片，这个是一个卡片，OK，这是 normal 的状态啊，两边都没有在动，两边都很平静，OK。也在动，它们两 muscle cramp 是两边 contract 才有 muscle cramp 吗？那么两边 relax 就不会有啦。那么如果它是要动了，OK，它是要动的话，如果讲是它的，我要 copy and paste 这个。现在它左边的 muscle 动，那么左边 muscle 它 contract 了过后，那么它 contract 的时候，就会变小，对不对？变短，一二三四五六这样子。那么这边需要 relax 变长，OK，它变长了。那么是，一二三四五六，再来一二三四五六，OK，就是这样子情况下，它们两个的这个情况不同了。那么这边自然而然这条线是不会改变的吗？它不会，它的长度不会改变。这边的线的长度也是一样长。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我们的这个 cardboard 这个纸板。它是属于这个状态，它现在已经是弯曲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鱼里面的现象。那么它一弯曲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鱼，OK，我们的这个鱼，whatever，鸭子啊，小一点，大点，OK。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鱼的身体啊。它就会这样子弯掉去，OK，它就会稍微比较，它就会弯曲，这个左边这边，OK，鱼的头在这边，它就会弯这样子。那么同样的，如果它右边的这个 muscle contract，我只是将它调换不了啊。那么这个地方，我来这里，那么，OK，我放在这里。Alright，那么我的这个卡片它就会往这边斜下去。OK，那么我这边右边的 muscle myotome contract 了，这边 relax，所以我的鱼它会长这个样子咯。哇哦，很 quality 的画画，所以它会长这个样子。所以当它在行走的时候，contract relax，一直这样子，他们一直改变，一直改变，它就会
有这种油水的情况，OK，它就会在油水了。你可以看到这个 screen 啊，它就是好像在水里面游，OK。所以我们的鱼是这样子游的吗？所以在这边一个好像一个 animation 这样，它就可以这样子左右左右的在游，那么它就可以帮助它行动了。所以这个就是鱼很简单的一个antagonistic muscle 的一个用处。那么这里讲完的是它所有该讲的东西啦。Okay, the tail will be whipped at the right. On the contrary, 相反的 when the right myotome contracts, the left relaxes, and the tail is whipped to the left. Okay, 就这个情况。Okay, 左边的 contract, 右边 relax. 那么我们的这个 whale we flip to whip to the left. 所以 alternating waves of contraction and relaxation occur along the myotome. 它就是一个很 frequent 的东西。Okay.这边 relax 很快啊，他们这样子啊，那这样子 relax 啊，很快，一边 contract 一边 relax。那么 the action causes parts of the body to move from side to side, pushing the water backwards and sideways, and hence moving the fish forward。那么因为它有这个行动啊，它这边左右左右左右，它就会推它这个 wheel 啊，它那个尾巴就会开始，很像我们普通的那种船啊 ，OK 这样子去打那个水，那么它就可以行走了。那么 the fins。同时他们的这个上面的这个 fin OK are used to control the fish movement direction OK 所以就是很简单的 fish 这里也是一样的东西啦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鸟也是蛮简单的啊那么鸟它也是只有两个 sternum 就好像我们的 recap 这边这个 sternum alright 然后它这边里面是属于它有两种 muscle， 一个是红色的这边，一个是蓝色的这个地方。那么 ，the action of the large and strong antagonistic muscle on the bird's chest assists in the flapping of the wings。那么，因为我们的这个鸟它一直要去拍它的翅膀，那么当它拍它的翅膀的时候，就代表一定会有 muscle 再去 contract 还有 relax。那么很快，这个 frequency 很快啊。The mechanism of a bird's wing movement is shown in Figure 14.18.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muscle pectoralis major contracts and pulls the wing down。那么我们有 major and minor。那么 pectoral girdle 还记得吗？我们的 pectoral girdle 上面这里 ，OK， 在鸟的这边，因为鸟它的脚没有行动的嘛 ，OK， 鸟有它的脚有行动了，可是要在地上它才会行动。那么大部分都是在它的手右边。它的手也就是翅膀，所以它这边自然而然也是叫做 pectoral， 可是这里是叫做 pectoralis major 大部分，所以这边是大部分的 muscle，minor muscle 就是这里，也就是 pectoralis minor。那么当它的 wing 要这样子拍下去的时候，这个 muscle 要 contract 的话，它就可以拉它这个骨头，拉它这边的骨头，把它也拉下来。那么同时 sternum 也要去 relax， 不然等下如果没有 relax 的话。这边会行动不到啊，因为会有一个矛盾的状态，两个在 contract， 也就是会矛盾，两个都拉来拉去拉不到，就会 muscle cramp 抽筋。那么在它 move up 的时候也是很简单，就是下面这边 minor 要 relax， 要伸长，那么同样时间上面这个地方要 contract， 它才可以拉起它的那个翅膀拉上来。所以，跟我们的这个 bicep tricep 的 concept 差不多一样啊。跟我们的 bicep concept 啊 ，tricep 的 concept 是差不多一样的 ，all right， 然后过后，这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哪里 contract 我的翅膀会怎样，哪里 relax 我的翅膀会怎样，所以这边是一个 summary。那么最后一个呢，是我们的 earthworms。那么 earthworm 它是一个比较很有趣的一个东西，它需要靠想象力 ，OK， 你想象力需要好啊，你去讲这个 earthworm 的时候，它所有东西都是很 logic 的 ，biology 东西全部都是很 logic 的。那么 the alternate contraction and relaxation of the circular and longitudinal muscles result in a wave of peristalsis along the body of the earthworm. 那么在这个 earthworm 里面，它不像我们有 tricep, bicep 这样子，它也不像我们那个鸟啊是怎样，鸟是用它的 pectoralis major 还有 minor 去这样子行动吗？那么它有这个东西叫做 circular 还有 longitudinal muscle。那么 circular muscle， 你看这个是 worm 的 body 啊， circular muscle 是在外面圆形的这个东西， OK，
那么里面还有一种 muscle 叫做 longitudinal muscle， 那么这个是属于长的，它身体这个 longitudinal muscle， 外面是这些很多很多的叫做 circular muscle。 那么同样它的 circular muscle 还有 longitudinal muscle 也是antagonistic， 这边 relax 这边就要 contract， 这边 contract 这边就要 relax， 这边 relax 这边要 contract， 这边 relax 这边要 contract。 OK， 那么我们来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earthworm。 OK， 第一个它怎么行走，那么我们要看下面这个地方啊，叫这个 key tie， 这个 key tie 好像是它脚，可是其实不是它脚来的。 OK， 它只是一个支撑的东西。那么 the posterior longitudinal muscle contracts， posterior 是哪里？ posterior 就是后面。 OK， 我讲过很多次了， posterior 就是后面， anterior 就是前面， posterior 也就是我们皮骨这里，可以讲是皮骨。那么在它的皮骨的这里，它的 muscle， 它的 longitudinal muscle 是 contract 的，那个 longitudinal muscle 就是这里，它里面的这个 muscle contract。 OK， 所以当它 contract 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会比较肿起来。 Alright， 这边外面会就是 contract， 然后这边是直 relax， 那么这边也是 contract， 也是 relax。 OK， 我们可以看到两种 wave 啊，relax contract， 哎，是 contract relax。 那么 the posterior longitudinal muscle contracts and the circular muscle relax。 那么同样的，我们的 posterior 的这个 circular muscle 啊，它是在 relax 的状态。为什么？你看到这个，当它 contract 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有更多的面积，对不对？因为这边要肿起来嘛。如果这边肿起来的话，那么我的这个 muscle， 哎，不好意思，我的这个地方一定要 relax。如果它没有 relax 的话，就会两个矛盾，你这边又 contract， 这边又 contract， 它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一样的 antagonistic， 它这边一 contract， 它的 circular muscle 就要 relax。 OK， 直的话是 relax 啊。那么在它没有这个 longitudinal 没有 contract 的地方，它的 circular muscle 就要 contract。 OK， 那么And the circular muscle relaxes, the earthworm becomes shorter and thicker. 所以这个地方，这个 posterior 的地方变成比较厚，也比较短。OK， 同样的，这个也是比较厚，比较短。OK， 那么第二个 process 啊，我们的 key tie at the posterior segment anchor to the ground。看到吗？它这个 key tie， 它这些所谓的脚啊，是跟我们的 ground 连着的。While the key tie at the anterior segment releases their hold of the ground。那么在我们的这个 anterior 这个地方。Okay， 前面的这个地方一样啊，我们的这个 circular muscle 会 contract。 OK， 这里会 lift 起来，它会被撑上来。 OK， 它的脚动不到地上，那么它的脚动不到地上的话，你想一下，如果这个 earthworm 它这个东西会一直移动，对不对？它会改变，它有这个 wave side， 它这个波浪会改变。我们看这个波浪是这样子。 OK， 那么它等下下一秒钟的时候，它那个高的地方， OK， 这个上面的地方啊，就会变成这边 relax， 这边上。 OK， 也就是这里，大家看啊，这边是往下上，往下上。 OK， 所以就变成了它有一种 wave 这样子啊。看，如果看我手啊，它是这样子的 wave。 OK， 它就有一个这样子的 wave。 那么它的这个 key tie 动不到地上吗？ OK， 其实它有动不动不用紧的，最重要是它有这个 movement 的时候哦，它就可以这样子。你看啊，如果我的这个手，这个是马路，这个是这个路啊， jalan jalan， 那么这个是那个 earthworm。那么 earthworm 它这样子走的时候，因为它的 key day 是在下面嘛，所以它是可以这样子慢慢去走的，还有这个 wave 可以帮助它走。那么我们看 the circular muscle at the anterior segment contracts， 那么我们也是知道啦，如果这边是 contract 的话，那个 longitudinal 就一定要 relax。 The earthworm becomes longer and thinner, the anterior segment extends forward。 OK， extends forward， 这个 earthworm 哦，它是怎样走？哇、wow， 有一点点难 imagine。
okay? 它一extend 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 anterior 这里啊， okay? 那么因为它的 circular muscle 会 contract， 它的这个高度啊， okay? 这个圆圈变得很厚。Okay, 这个东西是不是？这个东西，那么它一变厚的时候，啊 ，sorry， 那个 circular muscle 它一收缩的时候，它收缩的时候，它是不是变得很细 ？OK， 那么它变得很细的话，这里的面，这里的体积，如果今天我讲这个是很普通的一个 logic 啊，很普通 logic， 如果今天我一个圆柱体，我们不要 imagine 它是 earthworm， 这个圆柱体 cylinder， 那么 cylinder 里面的体积有可能是10 cm³。那么，如果它今天变短了，我们这样子啪下去 ，OK， 我们打这个东西啊，打这个东西的话，我们的 length 就会变长，我们的这个就会下来，所以它会变成这样子。可是它的体积有改变吗？它体积没有改变，还是一样10 cm³， OK， 10 cm³。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当它一下来的时候啊，它一变细的时候，也就是它的 circular muscle contract longitudinal muscle relax 的时候，就会变成这个样子。那么这个样子很明显的，我们这里看啊，这里的长度是增加了。OK， 这里的长度增加了，那么后面的长度当然也会增加，可是在这个是死灵的啦 ，OK， 死灵的状况，因为这个二峰它有这个 wave， 所以它会把这个后面的这个长度加起来这里，因为它有那个 wave 嘛，它这边在整长后面要缩短，所以它把这个伸长加到去前面 ，OK， 这个地方放到去前面变得更长，所以再加 cm， 所以当它一缩短的时候，当它一有这样子的anterior， 它的 anterior 伸长的时候，也就是它的这个circular muscle contract longitudinal muscle 伸长，我们的这个就会有一个 obvious effect， 一样的，我们的这个 volume 是一样，可是我们的 length 不同了，就好像一个粘土这样。我讲，如果你弄一个粘土的话，你把它弄成一个厚厚的圆柱体，你一打下去它就变开了，一样的 concept。所以这个在我们的这个二峰里面来讲是同样的。所以 the key pay at the anterior segment anchored to the ground。While the chitate at the posterior segment release their whole of the ground， 讲真的，这个 chitate 没有什么重要了 ，OK？ 最重要是因为我们开那个 theory， 它的那个 volume 是不会换，可是长度可以一直换，那么所以它可以行动。最后 the posterior segment which is the shortened is pulled to the front， 那么前面这些短的地方，因为这边拉着长 ，OK？再拉长，那么它的这个东西啊，它这个 wave 一直去往后走，一直往后走。那么如果它一直往后走的话，它的 wave 往后走，它的行动就会往前走。哎、okay? ，所以这边等下这边就会变厚，这边会变厚，然后这边收缩，所以会形成一个往前走的状态。我们再看啊，如果等下。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把后面 cover 掉，那么前面的话，它变短的时候，也就是前面这边，它会伸长去 ，OK， 然后这边就到它的屁股这里而已，到了屁股。然后如果它再来加了一个 wave， 这边缩短的时候，它的 circle， 它的 circle contract 的时候 ，longitudinal muscle relax 的时候，那么。我的这边就增加了一个，这边会再减少，所以我慢慢我的 movement 再走前去了，所以这个就是 earthworm， 我们怎么去想象这个 earthworm 在行走？如果还是不明白的话，可以看 YouTube， 你可以看 YouTube， how does an earthworm move？ OK， 你可以看到它那个身体的波浪。那么接下来呢， grasshopper basically 就是像我们身体这样， OK， 我们的手，我们的脚这样子的 concept。很简单，它上面 extensor， 下面 flexor。那么 ，the antagonistic muscle of the grasshopper， that is the flexor，
and the extensor are attached to the inner surface of the exoskeleton. 那么不要忘记了，我们的 grasshopper 是 exoskeleton， 它不是 endo 的。那么就代表 exoskeleton 的话，就是它没有骨头的嘛，它的骨头就是在外面那一层外面的壳，就是它的骨头，所以它这个 muscle 粘着它的骨头，它的外面这个壳。那么 the flexor bends a joint while the extensor straightens it， 这个是 normal 的东西啊，就是我们可以前面一直讨论的。那么第一个它怎么去跳 ？OK， 第一个步骤 at rest， 在它没有在行动的时候，我们看 grasshopper， 如果、啊、你在啊去草原的地方。你看 grasshopper， 它们一定是处于差不多这样子的状态的，它的脚一定是这样子，啊、折着的。那么它折着的时候 ，the flexor on the hind leg contracts， 可是这个是它在 relax 的时候啊，就它的这个 hind leg 已经在 contract 了 ，pulling the leg towards the body。OK， 那么这个 flexor， 这个比较好看。那么下面这个 flexor 就会 contract， 那么它拉的时候，这个地方就会被拉进来，那么就会形成一个 V shape， pulling the leg towards the body. In this position, the hind leg is folded into Z shape, and the grasshopper is ready to jump and leap. 那么现在它已经保持在一个 Z shape 了，它准备要跳了。那么当它跳的时候呢，很快的，它这个外面的 extensor 就会立刻 contract， OK， 很快速的 contract， 同时 flexor 也是会 relax。那么extensor contract 的时候，它就会很，因为它很快嘛，它就会很大力的拉这个脚回来，它 extend 这个脚，那么一 extend 这个脚，就会形成，好像我们跳就是这样蹲我们的脚嘛，我们的脚这样子蹲下来，如果我们要跳的话，我们的脚会这样蹲下来，跳伸直它，所以对这个 grasshopper 来讲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来的。那么 subsequently， the catapult like ejection of the hind legs。Projects the grasshopper forward and up into the air. So basically, 就是这个它外面的 extensor 是它一 contract 的时候它就会跳，那么 flexor contract 的时候它就会 relax. Okay, extensor contract 会跳 ，flexor contract 的话休息。OK， 所以这是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介绍了，我们怎么去行动。那么 14.4 health issues related to the human musculoskeletal system。那么前面难的地方我们都解释完了，现在我们要讲这种 musculoskeletal system 的这种疾病。那么第一个是 osteoporosis。Osteoporosis is the bone disorder characterized by weak bones. They may break easily.为什么？因为你看我们的这个 osteoporosis 啊，我们是骨头的这个缝啊会变得好大。那么什么情况下会有 osteoporosis？ 那么就是一个人老的时候，那么他老的时候他的这个 calcium 吸收到不好， OK， 他的 calcium loose 的 calcium 会比我们吸收的 calcium 更多， OK， loose 的 calcium 会比吸收的 calcium 更多，所以 causing loss in bone mass or density。就好像我们平时吃东西的话，我们会摄取到 calcium， 那么同时我们也会把我们的 calcium 排掉。那么在我们在老的时候，这个系统就会变得比较差。那么 absorption 我们的 calcium absorption 就会变得比较差。所以为什么你是看那种 advertising 啊那种广告，那些老人家每次 promote 什么喝牛奶 ，OK， 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不够多 calcium 了，所以你要其他的 calcium 来帮助自己去让你这个。Bone 可以一直 develop， OK， 如果它 develop 不好就会有 osteoporosis， 那么这个洞越来越大的话，我们的骨头就变得越来越脆弱。那么 among the contributing factors are lack of exercise， OK， 如果我们不做运动的话我们就会有 osteoporosis， low intake of calcium， 那么 phosphorus 还有 vitamin D， 那么 calcium 是哪一种吗？ calcium 就是去维持去 maintain 我们这个 bone， OK， calcium 是来 maintain 我们的 bone 的。那么 phosphorus 的话， phosphorus 是去 develop 去做我们的 bone 还有牙齿， OK， 如果我们没有 calcium 的话我们的 bone maintain 不到，没有 phosphorus 的话我们的 bone 生不到出来，
还有我们的 vitamin D。vitamin D 是拿来做什么 ？vitamin D 拿来让我们的这个身体 absorb calcium and phosphorus。OK，vitamin D 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 absorb 这个 calcium 还有 phosphorus。所以如果没有 vitamin D， 我们的这个骨头啊，它失去了这个 calcium 还有 phosphorus， 会比我们摄取的快。那么如果有 calcium 的话，它就会帮我们去去 catalyze 这个 process， 去快一点摄取到，更有效率的摄取到这些 phosphorus 还有 calcium。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osteoporosis 啊，在对一个女人来讲是比较平常的一个东西。 OK， 为什么？因为女人当她停经了过后就不会有这个 estrogen 了。 OK， 这个 estrogen， 它的 estrogen level 就会慢慢下降。为什么？这个 estrogen 就是在月经去控制这个月经的嘛。 OK， 它去帮忙弄那个 ovarian follicles， 就是月经它外那个 ovum 它外面那个保护层，那么叫 follicle。 然后它也是拿来 maintain uterus 还有 vagina 的东西。 OK， 它有一个用处， estrogen 还有一个用处呢，就是 increase calciumabsorption， 它好像 vitamin D 这样啊。可是 estrogen 是我们的 hormone， 是女生里面有的那个reproductive hormone 来的，所以它不是外面来的。 vitamin D 是外面来的嘛，那么 estrogen 是自己里面的，那么它也是可以帮助 increase calcium absorption。 那么在一个女生她停经之后呢，她没有需要去做这个，她没有需要去develop 这个 follicle， 没有需要去 develop 那个月经啊，那个卵子，那么身体自然而然不会再 produce 这个 estrogen 啊，对不对？那么没有 estrogen， 我们的女生她们吸收这个 calcium 的能力就会变得越来越弱。那么 a low estrogen level can reduce body due to the loss of calcium from bones， basically 是这个东西啦。那么另外一个疾病 osteomalacia， OK。Malaysia 不是 Malaysia 就是 Malaysia。 那么 stone condition due to lack of calcium， 那么这个也你的 bone 软软的，就很容易弯个 bone。 那么不容易弯曲，因为它少 calcium 还有 vitamin D。 OK， 所以如果少是它不只会做到弄到一个人有 osteoporosis， 它也会有 osteomalaciaOsteomalacia occurs among the adults, especially pregnant women. It is called rickets if it occurs among children. OK， 那么在这种孕妇啊，还有成年人啊，他们都有可能会这个 osteomalacia， 是弄到他的这个骨头会比较讲软软的、松松的这样子。那么 rickets causes the softening of and weakening of children's bones, resulting in bone defects. 那么因为Rickets 是来形容那些小孩子小小具有这个 Malaysia 的东西，所以如果这些 Malaysia 他们生长的这个就不会生长好了，他们的骨头不会 develop 到很好，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他们没有像我们直的骨头、硬的骨头那么固定嘛，它可以生到弯弯曲曲的样子。Weakening the children's bone defects， 生到不很好。第三个 arthritis， OK， arthritis is a common type of arthritis. A common type of arthritis among the elderly is osteoarthritis. Osteoarthritis is caused by decreased synovial fluid. 那么 synovial fluid， 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synovial fluid 是在 synovial 里面的 synovial membrane 里面，那个 synovial cavity 里面的那个水分叫做 synovial fluid。做什么？如果你还有听课的话，是我们的润滑剂啊。OK， 它有那个 lubricant， and wear and tear of the cartilage in certain joints。OK， 所以这个 arthritis， 第一个是我们的 synovial fluid 少去了，第二个是我们这个 cartilage 就是骨头和骨头它上面那一层 rubber tissue 叫做 cartilage， become thinner，
and the ligament shortens and loses some of its elasticity. 那个 ligaments 是拿来连着骨头，骨头和骨头，那个 muscle 啊，骨头和骨头那一根东西连接的，那个叫 ligament。那么它也会变得短，慢慢的失去它的弹性。OK， 失去它的弹性过后，就会怎样？痛啊！我们当然会感觉到，因为有摩擦了，对不对？那么你失去弹性的话，如果你都撑不到那个东西 ，OK？ 那么你一咬到，你会感觉，如果你去扭到你这个骨头，有可能你会感觉痛，因为你这个你的 ligament 失去了弹性，它拉到不是很好。那么还有我们的 synovial fluid， 还有我们这个 cartilage， 如果它们越来越少的话，那么我们的骨头就 expose 到皮脂，骨头和骨头之间就会摩擦到，就会弄到我们的关节很痛。那么 arthritis 第二个另一个名华语名字叫做关节炎 ，OK， 所以下次你如果人家跟你讲关节炎 ，Yes， 就是这个情况 ，OK， cartilage synovial fluid 还有我们的这个 ligaments 出了问题，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关节炎啦，所以走路的时候会很痛，那么手也是可以有关节炎的啊。最后一个是 scoliosis， the backbone of the scoliosis。Patient is bent to the side. Okay, form C shape. 那么看这个 normal 的话，我们的 vertebral column 是直的。那么如果是 scoliosis 的话，它也是什么情况？那么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我们基因的问题，基因我们的 gene 里面写着我们骨头直的，那么我们天生就是弯的。那么第二个是我们生到不好，就好像如果一个人他在青春的时候 puberty。那么 puberty 的时候会有我们身体一直会 develop， 会大量的 develop， 不知道你 graph 啦 ，OK， 小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子 develop， 然后停下来，然后再上之类这样子的东西 ，OK， 那么我们成长在 puberty 是非常快的，所以如果 form 的时候 ，form 的时候是120 cm， OK， 140 cm， 那么 form 2的时候有可能就150 cm 了，你可以看到这个成长速度有多快，那么因为它太快了。如果你稍微坐姿不好，坐到很不好，一直坐完太多是这样，这斜斜的坐的，骨头就一直在生长嘛。你这样斜斜，它不是斜斜生，对不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骨头在它 mature 的时候，它成熟的时候，它就会有这个弯曲的现象。孩子们坐直来 ，OK， 不要让他们坐弯弯的，这个斜的。很快啊，这个 period 可以从一岁到三岁之间，他们长高特别快。那么他们长高那么快的时候，也是要 make sure 他们做到是直的，不然他们的这个脊椎有可能会驼背，或者是有这个 scoliosis 弯曲。OK， 之后我们怎么去保护自己的这个身体？怎么去保护我们的这个 musculoskeleton？ 所以第一个 good body posture， 当然。不是讲 puberty 的时候 ，OK， 不是只有讲 puberty 的时候，我们才会需要做好来，因为我们那时在生长，我们现在都不会生长了。你讲 ，OK， 你有可能你现在讲，我们现在生长了吗？不用紧啦，弯弯坐了，那是很错的，因为我们身体这是一个骨头，这个脊椎骨是一直会去生长，好像靠线是 maintain 你的脊椎骨 ，phosphorus 是去让你的这个脊椎骨生长，那么我们只是比较慢罢了，我们这个明天呢比较慢罢了。如果你还是一直这样子做的话，可以弯来弯去，弯来弯去，那么你的脊椎骨还是会弯的。然后过后 ，we should not slouch， 我们不应该去驼背 ，OK， 不应该弯曲的做。When standing or sitting， slouching will exert pressure on the vertebral column， 在我们的脊椎骨会释放压力 ，resulting in the misalignment of the vertebral column。那么如果压力久而久之的话，它就变成一个习惯。OK， 我们的 vertebral， 如果你是讲，你每次都是这样歪歪，那么本来是这样直直的吗？没有事情吗？如果是歪的话，就是这样子。那么这边一直摩擦，变短了，以后它就是这样，它就会 connect 起来了，那么它就好不回去了。OK， 那么 this will prevent the circulation of blood。当然，我们的这个脊椎骨没有做好来的话，我们的 circulation of blood 当然也是会不好啦。OK， suppressing the nerves and vital organs，
是 your spinal cord 啊，这个 spinal cord，那没有做好的话，有可能影响到你的 spinal cord，就影响到你的 nerves，也最后也会影响到 vital organs。为什么会影响到 vital organs？vital organs 就好像我们的脑，OK，我们的这个心脏。如果我们的身体有点出现状况了，因为你平时坐姿不好，导致你现在的脊椎骨已经不好，影响到你的 spinal cord 了。那么这些讯息就 send 不到去给我们的心脏，send 不到去给我们的脑，那么脑就 send 不到去给我们的这个 hypothalamus 也 send 不到去 pituitary gland，那么我们就释放不到某些荷尔蒙去帮助我们身体去 recover，OK，我们的 homeostasis 就不会成功。所以，坐姿非常重要。第二是 proper attire，OK，proper attire，wear proper comfortable and loose clothing so as not to restrict blood circulation。第一个是，如果你穿得很紧很紧的话，压制你的这些血的 vein 血的 artery，OK，那么你的血流当然是不好啦。第二个也当然会影响到你的这个 musculoskeletal system，OK，你不舒服哦，你觉得哦这边很紧啊，这边很紧，所以我的身体这样子被拉到这边，OK，所以我好像有点歪掉我的身体，所以我们穿的记得也要松一点，不要穿到这么紧。A suitable pair of shoes with whole heels and 这个 cushion 就是里面这个比较舒服软软的。Provide support and prevent injury from to the vertebral column。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我可以看得出他们穿到很，会想要这样子穿，对不对？那么，但是，因为我也不是你的老师，如果去学校，穿得很乱，你的身体，你的校服穿得很乱，怎样？你不想绑腰带是什么东西？你跟老师讲，哦，我觉得很重要，这个是 biology 教的，OK？第十三课。哎，第十四课教我讲，我一定要 proper diet，不然等下我的 musculoskeletal 不会不好，等下影响到我的 blood circulation，你让我死是吗？OK，joking 啦，OK，不要去这样子去 threaten 你的老师，不要去威胁你的老师。那么当然还是我们还需要去 exercise，那么 exercise strengthens joint structure and increases the flexibility of muscles and ligaments。我们在华语的里面有一个谚语叫做什么？流水不腐，不熟不渡，动也，就是如果我们不去一直 exercise，我们这样，我们护舒就是我们的 hinge，OK，这个 hinge 啊，那么我们的门那边，我们的门那个 hinge，它就会怎样，就会开始生锈，哎，就好像我们的人这样，如果我们一直不去用，我们不去 exercise，我们的这些骨头不会被运动到，那么它也是开始会去所谓的生锈。我们就会有这种情况这种不同的 disease 出来了。那么最后，当然我们也要有这个 balanced diet，OK，要喝牛奶，当然牛奶很好啦，因为它有 calcium 很多 calcium 在里面，OK，可以帮助我们 maintain 我们的身体的骨头。Minerals 从哪里拿？从我们的水，OK，从我们的蔬菜。那么这边我们可以拿我们的 minerals，Vitamin C and D，Vitamin C 从酸的东西，OK，这份酸的 orange lemon。这些比较属于比较酸性的东西都会有 vitamin C 的，还有 vitamin D，没有错的话应该是用太阳吧，OK。所以为什么人家讲早晨的时候去晒一下太阳，对，为什么？因为早晨的时候有很多 vitamin D 嘛，中午的时候有 vitamin D，OK，不是代表中午不可以晒太阳，问题是时候那个 UV ray 比 vitamin D 还要更够力哦，OK。所以你同样你拿到 vitamin 很足够的时候，D 很足够的时候。你最后也是拿到 cancer 了，OK？因为太多 UV ray 了，所以早上的时候去晒太阳才 OK。那么，可是啊，vitamin D 的话，千万不可以，也不可以摄取到太多。我们只需要摄取到这个适当的分量。vitamin 虽然是好，可是我们也是有一些 vitamin 不可以摄取太多。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上一课，我们讲我们的 kidney 上一课吧，应该是。那么 kidney 到最后去的时候，我们看到kidney。这个 kidney stone，肾结石是怎样来的？uric acid 太多了，我们的 calcium oxalate 太多，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crystalline calcium phosphate 太多，到它被溶解的时候变成 insoluble 的时候，就有这个 kidney stone 在里面了。那么 vitamin D 我们刚才讲什么？vitamin D 来做什么？来帮助 absorb calcium absorb。那么如果我们太多 vitamin D，我们 absorb 到太多。
它变成不能溶解的情况下，那么 kidney 就有可能很大的会有这个 kidney stone。OK， 所以 vitamin 是不可以摄取太多的。All right, so that's all for our class today. Basically 是教完第十四课了，谢谢你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那个群组那边问，或者如果你觉得害羞的话，就来 PM 啦。OK， 所以 that's all for our class today. 谢谢大家。We stop recording 了。OK， 不用谢，不用谢。OK， 再见。Thank you.